三卢公益杯四季联赛5月18日在新北市三重捐血市及各尊公园举办，2019全台PVP赛5月19日台中区总决赛及园游会在台中公园举办。 5月18日第一届三卢公益杯四季联赛及5月19日台中公园2019全台PVP赛要来参加哦！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下订阅，也可以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有新的影片就会收到通知哦。